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叔。那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元气史莱姆冲击的尾巴团的完结篇。啊，今天是最后给大家录一期这个了啊，因为咱们所有的史莱姆已经救出来了。然后上一期呢，做了一点建筑啊，做了一点它的建设任务。那这期呢，咱们再完成两个任务啊，把它初期的这10个任务都做完。当你把它初期的十个任务做完呢，它会再出现10个新的任务啊，那也其实也大同小异了，也是抓一些怪啊，搜集一些材料。咱们今天把初级的最后两个任务做完，然后呢，咱们要做地下斗鸡场的那个剧情啊，那个剧情我觉得挺重要的。啊，那咱们从这边走啊。取两个桶，取两个木桶。我记得这个地图有，所以就直奔这儿来了。因为咱们后打的这个地图嘛，哎，在这儿。啊，把它打掉下去了。好，这有一个桶。啊，只能看见桶，看不见这个雾下边的人啊。哎，好，然后放到这上，这就好了啊。啊，那看看这边有没有桶啊？因为那个桶你现在捡了呢，它出来的，哎呦，哎呦，我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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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刷一下那个版面。然后回去再看看有没有。啊，这回再去看看有没有这个桶。啊，跳起来还能看见它，但是你如果不跳呢，就是在这个雾的下面，还没有。哇，那咱们要多换换这个。哎。哦，这有一个隐藏道路，这是这个地图的最里边了吧？哎哎哎，啊，那进去也行，进去也行，刷一下版面，然后咱们重来。啊，是这个吧？是这个门，应该是这个。门飘过去，哈哈。飞过去，啊，应该就在这里。那这回又出现了吧？肯定的啊！哎，出现了，木桶出现了，咱们去拿走，把这个木桶拿走。啊，那个一尾兽啊，咱们就不管它了。哎，好，两个桶，然后咱们做这个回去。啊，那这样就回家了。两个桶。然后这次咱们再去找这个工程师。啊，这个二代啊，大叔应该近期也会给大家更啊，因为大叔的那个模拟器啊调试完成了。好，把这个修上。但是画面方面啊，大叔就是没开双倍的渲染，就是只是那个原机的画面。哈哈，那个兔子想撞他，哎呦我天！看这需要什么？七个柴火，十五个那个啊，一尾兽，15个，开玩笑啊！咱们俩差5个柴啊，8个尾兽啊，那这样其实还可以啊。
五个柴。啊，那柴应该是到这儿来找啊。八个尾兽呢，差的比较多，但是啊，呵呵，那这个游戏那个一尾兽是最常见的怪啊，所以到处都是。差五根柴，五根柴好找。哎，这不就一只吗？我的天，那龙疯了啊！咱们不理他。去找柴火。哎，从这儿去啊！哎，啊，离他远一点。哎，这里我记得有一个来着，没了。哎，这咕噜还烧呢，不是让我烧炸了吗？啊，那惹不起。哦，我天！啊，这才是精神病呢，啥都撇。哎，好，那还缺四个柴火啊。哎，这有个尾兽，还不知道那个沙虫啊能不能把那个龙吃了。哎，能，哎，吐出来了又。又扔进去了啊，好坑啊这个。哎，贝壳吃不吃？壳也吃啊。又捡个柴。尾兽现在差六个啊。那柴差三个。啊，又上来了。哇，哎，这是哪儿啊？这宝箱我怎么感觉没印象呢？哪儿的宝箱啊？哦， boss 前面的。好，那又捡了一个啊。哎，这个没刷。哎呀，想咬我，想多了。啊，那咱们从这儿出去，然后再回来一下。柴火还差两个啊，这个尾兽刷了，抓它。那尾兽最后如果不够呢，咱们可以去第一个地图啊，那儿比较多。哎呀，击中我了。啊，让你们打我啊，抓走。哎呀，那个木柴啊。哎，没串下来啊。好，串下来了。啊，这回摆上了。又打我一下啊，太欠了。哎，别吃，我还要呢，你谁让你吃的？哎呀，抓错了，抓错了。
好，哎，这回不错。柴火好像够了。那尾兽，咱们去第一个地图去抓，咱们就坐这个回家了。四个，五个啊，那还差四个异尾兽。那这俩没羞没臊的啊，那懒得理他们。啊，来这儿就可以，这是第一个地图。那这里这个非常多，还差四只，应该是还差四只。那出门就一个，走你，两个。这儿有没有了？还有没有？还有三个。哎呀，这是兔子，这是兔子。哎，这儿有。哎，好，啊，那直接咱们把他们扛回去就完事了。那等车还要半天，直接从这个地图的这个入口出去就 OK。要不然他们两个一人一辆车，我还要一辆车啊。好，那去把攻防升级，然后咱们再去那个地下斗鸡场。攻防在哪里呀？啊，看看它翻新之后什么长什么样啊。哈哈，现在还是破帐篷。我的天哪，我是不是还在里边呢？炸平了。啊，让他们仨给干活。啊，把地面先清理完。这脑洞好大呀。哎呀，转迷糊了。啊，他负责放柴火。啊，修的不错啊。还继续看看啊，继续看看。哇，还把他牛的。哦，现在就需要很，哇，这个钱好多啊。那也是抓一些怪啊，也是抓怪，然后做建筑啊，大同小异吧。这个高级版的攻防的任务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啊，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自己去玩这款游戏啊。这个是那个高建成的大炮。啊，那个地下斗鸡场在哪儿啊？去找一找啊。啊，这是蹦床，这是可以玩蹦床。哦，这是忍者的那个忍者调查团的地方。哦，那还不是这儿。嗯，去上面找找。啊，那现在这个村子已经
挺有这个规模的了，是不是这个呀？哎，好像是啊，好像是，看看啊。哎，果然是啊，他的这个基友啊，他要跟你对决。啊，一拳！哎呀，对了一下啊！哎呀，对了一下，哥呀，我血多呀！哎呀，那出拳快！哇，还会点忍术呢，其实跟那个，哎呀，他扛打啊！我才发现他扛打，他这个血掉的慢，我掉的快啊！哎，怎么了？哎，要干嘛？哎呀，作弊啊！要不要脸啊？哎，他把我变成这玩意儿了！哎呀，啊，你厉害！哎，啊，我每次攻击完了我还晕。那你玩赖也打不过我。嘿，再来一下。好，他怕了啊。那当初还幸亏啊，我被变成那个尾兽了，没被抓走。哎，干什么？我天，我睡觉是这德行啊。啊，那这样咱们就打赢了啊，储存一下。啊，那这个坑呢，大叔就应该说给大家填到这里了啊。哎，也考虑给大家开坑开二代了。那大家如果对大叔的视频比较感兴趣呢，可以订阅，然后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们。好，那元气史莱姆冲击的尾巴团一代就给大家更新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坑再见。